一直以创新同埋具精心产品设计概念嘅 Acer， 最新推出 Aspire Switch 12，配合独家嘅磁吸式轴承设计，可以变换做唔同嘅使用模式。仲内建新一代 Intel 处理器，集多项优点于一身，性价比自然更加高。Aspire Switch 12结合咗 Acer 独有嘅 Acer Snap Hinge 磁吸式轴承。磁力可以达到 2.8kg， 相当稳固，而且装拆容易，主体部分的旋转架位也非常稳固。 Aspire Switch 12的尺寸为317×220.6×16.5mm， 重量为 1.4kg， 拥有 12.5 寸 IPS 全高清屏幕，采用 Zero Air Gap 全贴合屏幕技术，而且以 Gorilla Glass 强化玻璃覆盖，透光率更加高，仲可以减轻反光嘅问题。内建最新嘅 Intel Core M 处理器，时密为800MHz， 提供 Turbo Boost 2.0 技术，最高时密可以达到2GHz。记忆体方面来自4GB RAM， 储存容量就提供60GB 固态硬碟。产品提供5种不同的模式，第一种的平板电脑模式，方便用家拎上手使用，亦可以减少收纳的空间。第二种就是笔记簿电脑模式，用家只需要取下以磁吸连接机背的无线键盘，再插入机前面同样采用磁吸的卡位，即可以变成备有键盘功能的笔记簿电脑，加强文字输入的效率。第三种就是桌上型电脑模式，用家只需要将键盘掹开，即可以变成桌上型电脑，方便在远离屏幕的时候使用，亦都可以采用内建的 Micro HDMI 投射影像去到更大的屏幕。第四种就是观看分享模式，用家可以上下反转机身，再将机背的支架撑起，适合坐在较高的位置观看。用家亦都可以将键盘插翻喺机背，转换成第五种嘅帐篷模式，以垂直大概30度嘅角度观看，就可以得到更舒适嘅观看体验。除此之外 ，Aspire Switch 12屏幕下面嘅基底位置设有两组立体声扬声器，提供环绕立体声音效。其他配备就内建咗 Micro HDMI、USB 2.0、Micro USB 3.0 接口。同埋 MIMO 2×2 WiFi 模组，扩充功能齐备。另外，无线键盘部分提供完整嘅69个键帽，中间位置设有 track point 同埋滑鼠上面嘅左右键，用家喺远离屏幕冇轻触操控嘅时候就大派用场。